如何在换用 LED 时选择理想的光亮？您如何选择正确的光亮？大多数人认为瓦数越高，灯光就越亮，但实际上瓦数是用来测量用电量。LED 技术使用的电力比传统灯泡少，却可产生相同的亮度。灯光的亮度以流明表示，流明数越高，灯光就越亮。因此，如果您想知道 LED 灯泡的亮度，请参考位于换算瓦数旁边的流明值。好光，成就一切。